啊、哦！我上次也爬过这个，因为这些科目呢具备一定的这个危险性，我们待会儿就安排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，简单一点的。不爬，这个可以，我也觉得这个可以，可以，我们经历过。冲啊，妻子加油！冲啊！我太帅了，好快！哇，卓哥这么快啊！哦，哎呦，我可以，我靖哥。哇！哦！哎呀，冲呀！春哥加油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我自己个人是做不来了。我们其他的哥哥啊，在之前的这个体验里面是参加过长沙特警学习的，我是没有的，没有这样的经历啊。怎么比啊？我们来听专业的，他们觉得可以的，哎，我们再挑战。如果说我们简单的挑战赢了，再挑战高级的。好，好。好，举起中间队友，向左转，起步走。气场不能输，气场不能输。起步走，一二一，一二一。我们来过，我们玩过，我们不怕，不怕。我也觉得这个可以。哎哎哎，小白啊，小轩啊，受不了就不要。哎呀，好，哎呀，你看，我们看有救啊，大哥。